般我故意邀请你俩闺蜜到家里玩。对不起啊，你买这么多零食干什么呀？约的人呀。啊，你不是要参加同学聚会吗？那我一个人在家无聊，我就叫几个朋友过来看电影呗。哦，到了到了，好戏来了。不用，你直接进来就行。你怎么来的？他叫我来的呀。咋啦？我闺蜜什么时候成你朋友呀？你还趁我不在，不看见哥们了吗？我没有呀，我这不是当着你面叫他过来的吗？那怎么把你骗过来的呀？谁骗了？在这我是不是跟你说，我说比如马上要出去了，然后你过来玩不？对吧？啊、对对，他是这么说的。他这么说你还过来呀、啊？为什么不能过来呀、啊？我就是怕你出去玩，你还担心我在家里面搞东搞西的，对吧？那我找一个你非常信任的人过来监督我呀。是啊。啊。是个屁！我怎么能遇到怪你，我不是更担心吗？哦，也是啊，对不起，我没考虑到这个问题。现在我们三个人一起玩，你总不担心了吧？哎，你就赶紧去吧，免得参加同学聚会晚了。你赶紧去吧啊！我们两个肯定把他看得死。你看，那你们三个在家里面玩什么呀？那玩的可多了呀。不是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们可以做一点我们自己爱做的事情。去去去去去。你赶紧去啊！你还分组呢。赶紧吧，去吧啊！Later. 这是准备抓奸，抖抖搜搜的。你这干嘛呀？你怎么回来了呀？啊，他们说今天打雷去会取消，你看你男朋友干嘛呀？母娘在车上，但我故意装作没有看到，整整迷友。玉罗，这是咱妈给的零用钱，都给我的，我上交。干啥呀？这是我偷偷给的，妈肯定不会知道的。哎呀，我妈给你的是借来的。干啥呀？你是不是生我气了？怪我没有第一时间给你是吧？你说什么呀？那我妈给你的钱，我什么时候要过一分？嗯？你是不是又在考验我？我这次真的一分钱都没有藏，你就不要再让我睡沙发了，行不行？什么时候让你睡过沙发呀？不是你干啥？脸抽筋了吗？哎，原来这背地里头恁个对象了的嗦？不是，我没有吗、啊？妈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哎呀，您在这儿的话，我就不会这么说了。你能不能闭嘴啊？哎，别喊我呀！我一点都不痒，我痛，我十个痛。Later. 好戏来了，对不起，以后我再也不收你的零花钱了。你别说了，我错了，我认罚。干什么？阿珍爱上了阿强。起来！哎呀，我刚刚真的不知道阿姨在后桌，你别生我气了呗。我没生气。你就是生气，我错了。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。真的没生气，你相信我吧，真的。这零花钱不都是上交给你的吗？谁说这是你那点零花钱了？现在可以原谅我们吧？可以啊，再亲我一个就原谅。不好吧？那我继续。可以吧？你就沾了一下，你不生气的时候可不是这样亲的。待会儿再亲吧。你不主动，那我主动呗。我只是没有办法，眼睛不看着他，我想要他的微信号码还有电话。面不是我不知道呀，阿姨，没事，你们和好了就行了，我吃狗粮没事。看脸，天气说变冷就变冷，趁现在科技强。当我假装闻了女友闺蜜的名字，然后故意为她指那比了，她真香，哎呀，你怎么动作这么骚啊？What the fuck？ 什么呀？你别吃了，那就恶心。我手过，干啥？快点拿。直接上手。WS 什么东西？你闻个猥琐的是不是？屁的猥琐，这是纹身，纹纹身身。你是我傻子吗？你以为我脑子这个是什么？你脑子上还有东西吗？我保养这个。哦。纹身，你怎么不纹在身上啊？
哎，别生气了嘛，这个 WS 是我在 Switch 上最爱玩的一款游戏，叫巫师三，没有什么前女友啊闺蜜的事情，你知道吧？把你手机给我看一下啊。哎，别摸好不好？在床上，在床上，蛮害羞的，摸来摸去。我改密码了呀，新密码是多少？不知道啊。说，就是新密码。自信属于。不要跑。再次尝试。到底是什么？身材参数。搞了，好吧，烦死了，这个。笑容逐渐消失。莫说我的还是不行。我没有说是你的呀。嗯。是你闺蜜的呀，好像玩的太过分了。哎呀，玉罗，我刚刚都是开玩笑的。别烦我，家务还没做。好像真生气了，这么整他，他还想着做家务，去道个歉吧。玉罗，我，你在气什么呢？我在哪呀？我也是。不小心让女友发现，给她闺蜜买的麻衣小姐 cos 不买的，没错，就是要让你穿。我也不记得了，最近快递太多了。你想着，这有什么不好的？给咱们看看呗。哦，尴尬的。下一次玩嘛，我鞋子穿给你看。不，哎，不是你跑什么呀？你穿给咱妈看看呗。怎么给妈看呀？麻衣学姐的裤子服。啊，麻衣学姐裤子服，我是买给糖糖穿的呀，她的生日礼物。什么？什么？你确定是给糖糖买的，不是买的给你自己小野服的？你什么意思呀？糖糖是不是喜欢裤子服？那我买这个麻衣学姐裤子服给她，是不是没什么问题？一天多想Later， 你把我盯着干什么？你没事你就问问糖糖多久过来呗。这么想见到糖糖啊？是，人家脸蛋长得好看，身材还这么好帅。不是，那咱们差哪儿了？咱们要脸蛋还不是有脸蛋，要身材还不是有脸蛋。哎，别生气了嘛，这我是买给糖糖。是水的，你就把它给我好不好啊？不给，再重新给他们买一个。我哪儿还有闲钱去给别人买礼物啊？你等着，这样呗，反正这个是我的。不是，你穿不了。为什么？我是照着糖糖的身材买的，你应该不合身。那我不试一下怎么知道？你怎么试啊，宝贝儿？你刚才在外面那么害羞，咱不勉强啊。那我妈真的还在那儿吗？意思你可以偷偷的穿给我看了。哎呀，我还是退了吧，这个风格啊不太适合你。哎，千军万军春风吹去我吗，千军万军花开，我看你穿的好看。手机已经发货了，比如啊。